这是所只有男生的武校。我叫周放，从小就生活在这儿。从父亲到朋友，我的一切都在这里。而当我遇见那个姑娘，我好像在梦里吻过她。那天早上，赵洋洋叫我帮他接个人。放，我去厕所，你一会儿去帮我帮我接个人。接谁啊？你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答应了。是你来接我的吗？你就是彤彤的男朋友吧？我还好有你，不然我今天肯定进不来。哎，你刚最后一个动作再摆一下吧，特别帅，我给你照张相。来呀，别害羞。我用拳可以吗？好好好。谁放进来的？小姑娘，请你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爸，他，你俩给我滚！很能啊，比赛打得不怎么样，到协会谈恋爱了啊？不是对象。好啊，既然没谈对象，那咱看看这个是啥。你的成绩从15名、23名、42名到89名，你给我玩蹦进来。爸爸不生气，你给爸说实话。找谁？李老师不在。这么多年，爸在你身上花的心血，这一次比赛有多重要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说这次你输了，爸在这个学校就抬不起头。又玩这套，不吭声是吧？啊！碰上去！你们给我看，这就是谈恋爱不好好训练的下场。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，啊！主要是跟着孩子去，孩子还小，也得注意自己身体，没事吧？拉坏他，当初就不该生他。说说他就行了。看什么看？我今天是带着去，啥时候认错了，啥时候再回家。听说你因为我被打屁股了？没有的事儿。
你这么怕他们呀？谁怕了？我是怕你们抓到。认识一下吧，我叫张月柔，你呢？周芳。你为什么来我们学校啊？我呀，我是摄影师，来你们学校呢拍两组照片。你不觉得学武术的特别帅吗？有吗？相当有，来，手给我。咱们这样就算认识了。今天我给你惹了麻烦，我答应你一个要求，你说吧。我想看女孩的双马尾，就是那种漫画里的那种，可以吗？拿出来。还有呢？全拿出来。你也知道爸的脾气，那天爸不是针对你，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，要分清主次，学业才是第一位啊。好好训练。
相机会用了吗？用是能用，就是用的不好。那你拿回去吧，拿回去玩两天。啊，行吧。这有什么不行的？屁股还疼吗？不疼了，谢谢你。就是不太会，开始的时候都这样。哎，要不你教我？我考虑一下。你看，你猜这么多罐儿，哪一部是我的？中间那个吧，就是河边那个。一部都不是我拍的，这些都是我拍的，你看，都可丑了，刚开始学的时候拍的。你等一下喂，好看。
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，每天都要经过这边，跟朋友吃吃小吃什么的。现在想想，好怀念啊。不过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。嗯。周放，想什么呢？走吧。我马上要去澳洲了，我们有机会再见面吧。是作业。乖，小芳，今天表现不错呀。我爸叫大家去开会，就是几个老师都要去。现在，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那咱们一起吧。我爸待会儿就来。全体集合，全体集合，操场演武，操场演武。全体集合，操场演武。全体集合，操场演武。Thank you.
出去了你，是不是忘了这谁的地方？跑，接着跑，带着个姑娘，看把你能的，啊，跑！门口，走，走去看看，走，抓他们去。